因为你知道在香港摆两三百万bargain 亦都系得两厘息嘅啫，即系好似冇乜前景啦，又唔会有增值啦，系咪先啦？咁过到嚟呢度投资嘅话，都可以搏一搏个升值能力啦，又搏埋嗰个利息啦，即系我觉得可以投资到咯。都啊，我今次跟呢个置业飞航嘅睇楼团啦，咁嚟泰国啦，啊，咁我觉得都唔错嘅，佢哋编排嘅行程都几好，睇嘅项目啦都。一個接一個，雖然但係都時間都充裕嘅，都可以俾我睇到泰國嘅樓盤嘅特色啦，同埋嗰個經濟環境咯，啊，同埋泰國而家嗰個進展係點樣？即係你哋本身個團隊，大家個同事合作得幾好，同埋嗰個做嘢方式，我都幾滿意。同埋溝通咯，即係同我哋溝通啦，即係可以幫下幫到我哋坐個機都唔錯。另外嗰個食都 OK 嘅，咁睇嘅樓咧都唔係太辛苦，即係逐個睇逐個睇，都有啲時間俾我哋研究一下啲資料啦。如果喺度投資，譬如兩三百萬嘅，都可以有四五厘嘅回報嘅話，咁我覺得都係可以接受咯。比香港，即係而家擺喺香港嘅話。我做唔到咁嘅回報咯，即係泰國嘅基建玩食住其實就係好方便嘅，所以我一年都即係我之前係一年都有一兩次起碼噶，好舒服。其實即係直情香港絕對冇佢咁舒服，即係過到嚟係唉唔使著外套，又唔使著褸，又唔使著唔需要熱到成身大汗飆曬大汗，但係翻香港就唔係咯。翻香港其實你即係11、12月你都可能成飆曬大汗咁樣嘅。其實我睇過好多間嘅，即係幾間，即係 Facebook 其實好多噶嘛。咁我睇過四五間嘅，咁我感覺你哋呢間都 OK 嘅，即係做嘢或者點睇過啲評語啦，都唔錯，所以我揀你哋咯。嗯，好似要飛航比較叻你。